什么是舒适关系？当我们试着去回答，身体已先一步感知。一种干接触就会放下防备的关系。一种一靠近就想再靠近的关系。一种习惯温润再也离不开的关系。一种走在哪里都舒展自如的关系。一种拥抱自我一直很暖的关系。什么是舒适关系？这就是我要的舒适关系。串心氨基酸面料不止于暖。 U-Bras 肌底衣，新底妆新舒适。 U-Bras 新舒适内衣。